来吧，兄弟们，有好多老铁都私信我说，那条河豚的最终归宿在哪里？我拍这个视频呢，是为了证明一下，它出生于大海，当然要回归于大海。啊，感觉我做的对的，老铁们啊，给我留下个双击。如果咱家老铁双击过5000的话，那么好，我再挖出来啊，起锅烧油，舍命吃河豚了。Hello， 进来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新年快乐啊！啊，今天有两个老铁私信我，让我解剖一个鱿鱼，说有墨就会给我双击啊！啊，这今天来解剖这个鱿鱼，不知道有没有墨呢？我的个妈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妈，又是一个鱿鱼啊！嘿嘿，啊，见过的老铁扣个1啊，没见过的老铁扣个2啊！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来看我赶海直播，带你抓海鲜喽！赶海大军呐，看这人，全是人呐，看看扣点啥。来，老铁啊，咱们昨天晚上直播抓到的这个东西，啊，那长得比较特殊，嗯，在我们这边叫海藻，这东西啊，过去，好多水，母的，给它清理完力道就能吃了，双击，老铁，